十大军事原则说得好啊，你看，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。我打了这么多年仗，让主席这么一总结啊，还真有道理呢。彭总，我说你们俩不睡觉跑这干什么？你这不睡觉影响的我们也没法休息啊。那正好，我正好有事跟你们商量。好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伙房给你们弄点吃的。好，来，你们看，在西北战场，胡宗南还有29个旅，33万人，但是他布防范围太宽，形成不了集团式的战斗力。最近呢，蒋介石又抽调了他4个师，组成了裴昌会兵团去对付陈赓去了。这样一来呢，整个西北战场就显得空虚了。不过刘戡补充胡宗南，他生性多疑，办事谨慎，恐怕不太好对付。多疑的人往往认死理啊。毛主席让我们打宜川，很有道理啊。我们摆出一副夺取潼关、威慑西安的架势，刘戡肯定会全力增援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择机歼灭他。是我，仲勋。仲勋，老总，我说你怎么来了？我就要跟贺老总去河东了，过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拿了一袋子炒黄豆。哎，彭总啊，听说你的病不轻啊？哎，老毛病了，拉几天就好。哎，那可不行。怎么说你也是50岁的人了，这要是在我们农村，早都抱上孙子，连地都不下了。你这个当年的娃娃主席啊，你总是笑话我。在你身边工作的这些日子里，
让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毛主席赞扬的彭大将军是什么样的风采了。哦，那我倒想听一听。你觉比别人睡得少，饭比别人吃得少，条件比别人提得少，可是你的路比别人走得多，仗比别人打得多，会比别人开得多，你这心呐，比别人操得多。嗯，三少四多，总结得不错。说呀。算了算了，说了也没用。仲勋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刚才你对我说的这些话到我这儿就算打住了啊。哎，毛主席说了，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，这个转折点可就关键时刻呀。习政委。哟，老刘啊。哎，老刘，彭总最近吃饭怎么样？这不，一碗稀饭热了好几遍，一口都没吃。哎，我不是没有胃口吗？拉肚子，吃了也是白吃。哎呀，彭总，彭总，人都到齐了。哦，好，走，开回去。哎，这，哎，彭总，你再想想办法啊。我们西北野战军南下直接攻击的目标有两个，一个是延安，一个是宜川。如果先夺取延安，政治上影响很大，但是延安有守军十七师的两个旅和坚固的设防，而我们呢，我们的粮食困难，如果久攻不下将陷入被动。你们等我一会儿。同志们，这两天彭总的身体有些不适，肠胃病又犯了，这样吧，大家就打延安和宜川的利弊得失仔细的考虑一下，到时候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供大家研究。老毛病啊，老毛病，好轻松了。哎，刚才我讲到，如果延安久攻不下，将陷入被动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先夺取宜川，就有很多的有利条件，因为宜川东依黄河，西连洛川和富县，是陕东的战略要地。胡宗南呢，视他为关中屏障，他与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来守备，但是与延安相比兵力较弱，还有地处黄龙山区，道路崎岖，有利于我军设伏围歼援军。你们再等我一下。这怎么办呢？想想办法。彭总啊，你这是啊，没事，老毛病了，拉几天就好，开回去啊。哎，彭总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是啊，一定得想想办法，不管怎么说得让他吃点东西。还得是软和的，有营养的。现在粮食这么紧张，别说是有营养，就是小米粥他都不好好喝。哎，习政委，听说你很有办法，怎么才能把他说服？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还不是他硬，你比他更要硬吗？不过吃饭不是打仗，你也不能把饭硬往他嘴里灌呢。习政委，那这回咱们试试来点软的。行，我去想想办法。好啊。哎，
翠翠，啊，你啥时候给我也蒸个鸡蛋羹吃吗？美的你，好好烧火。哎，开了开了。翠翠，哎，翠翠，多打几个鸡蛋。知道了，你看。哦，好，一会儿做好了，你们就不要去了，我给彭总送去就行了。能行？好，那我过去了啊。啊，还把咱爸高兴。彭总，乡亲们看起来了，彭老总。李大爷，我说您怎么来了？嗨，听说老总你身体不好，乡亲们专门为你蒸了一碗鸡蛋羹，请你把它吃了吧。再吃点吧，乡亲们。李大爷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现在啊是困难时期，你们的孩子在挨饿，老人呢在生病，我怎么能吃你们送的东西呢？再说，哎，你们看，那个这波走，一二三四，彭老总，我身体很好嘛。彭老总，你就不要装了，你的病啊，都在脸上写着呢，快吃吧，一会儿就凉了。吃点吧，大爷，你听我说，我们有铁的纪律。我不能带他违反纪律，不是？哈，彭总，彭总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群众给自己的亲人送东西，你为啥就不能吃呢嘛？就是，吃了吧，我要吃了吧，乡亲们，吃点吧，乡亲们，你为啥就不能吃？干主任，你听我解释一下，彭总，彭总，彭总。同学。我就知道是你。王总啊，我代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，请你把它吃下去。快点，吃了吧，吃吧，快吃吧！我呀，看着你吃啊，吃点吧，快点吧，吃了吧，快点吧。我彭德怀，谢谢陕甘宁边区的人民，谢谢你们对西北野战军的支持，谢谢你们了。吃了，彭总吃了。工事修得不错，不过终身立体防御还要加强。还要加强？嗯，我们已经。哎，韩楚兄啊，你原先是27师的副师长，
给你调到24旅当旅长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你能打呀。哼，你应该懂得义川在战略上的地位。义川是关中的一道屏障，义川若失，关中难保；关中若失，西北皆亡。所以啊，保卫好宜川，千万不能莽。仅听胡长官教诲。你认为宜川的城防能经受多少共军的攻击啊？能守多久？胡长官，这让我怎么说呢？宜川孤城，即便城防再坚固，若增援不能及时，恐怕……若共军强攻，你一定给我坚守10天到半个月。是。黄总，各纵队都在等待命令。将士们士气很高，一定能打好这仗。好，你们过来。作战部署是这样：西野司令部率1346纵队，于2月12日，分别从绥德、米脂、青涧和安塞地区向南开进。第二纵队由晋南的曲沃地区出发，经禹门口西渡黄河，进至宜川西南地区，隐蔽集结。其他各纵队于16日进至金沙镇、甘谷驿和延长地区，隐蔽集结，进行战役准备。是是。输了，我们一起去接毛主席，我们还要一起战斗。哎呀，谢护士，这是没啥好东西，你看。没事儿，我就是挺想大家伙的。有情况，先把群众都喊起来啊！这边没情况。大哥，深更半夜的，你瞎闹啥？我睡不着。你睡不着也不能不让别人睡吧？哎，哎呀，你不能睡！哎呀，你不能睡！怎么了？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吧。你不睡觉，我帮你想什么办法？你就别瞎闹了，快睡觉吧！啊！哎呀，我想一个人来，想得我脑瓜子疼。营长，你想李大旺了？那明天不就见着面了吗？想人，能把脑瓜子想疼了？你懂个啥？世上难活不过人想人。你是不是在想？对嘛？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，我要不说出来，我心里实在是闹得慌。我这几天连睡觉我都睡不踏实。你说这一……马江，你要是敢把今天晚上的话说出去，我……营长撕了我的嘴。你说这一个
个男人想一个女人，咋就这么折腾人呢？李大旺想巧花，我还笑他发神经。你现在不也发神经吗？你是教导员，这事你得出面。我出面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你的媒人？做媒人也好，做介绍人也罢，反正这事儿啊，你要负责到底，你要坚决完成任务。你就拿出战场上那股劲儿，亲自跟他说不就得了吗？这事有亲自说的吗？这跟战场上有啥关系？老王，你不要怕，我啊，给你看看我写的日记，你心里就有底了。哎，你写的日记，我怎么能看？我给你看，你就能看吗？哎，你给我看，我还真不看。你不看，我念给你听。我不听。哎呀，老王，你是我的教导员，你不听，这思想工作怎么做嘛？哎，听我给你念啊。3月28日，这个女人很奇怪。4月，哎，等等等等，你这日记怎么就一句话？哎呀，你听我念嘛。4月20日，这个女人很麻烦。又是一句，这日记嘛，还不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，一句两句都是心里话嘛。哎呀，你听我慢慢给你念呐。大勇，咱们今天还是睡吧。不行，明天再念，好吗？不行，这离关键的时候还远着嘞。要不我躺下听，不然我就不听。那行。哎，你也盖上来。你听啊，4月12日。这个女人很勇敢，很勇敢。4月22日，这个女人很善良，很善良。哎呀，你不要不耐烦啊，马上就要到关键地方。8月18日。就是我负了伤到野战医院的时候，这个女人给我输了血，她就是谢护士。我的血管里流着谢护士的血。周大勇同志，你要拍拍胸口问自己，你怎么才能报答她？那你就娶她做你老婆。哎呀，对嘛，你总算明白我的意思了。老王，今天你就去一趟野战医院，主要是提这件事。大勇啊，我想劝你一句，谢护士不适合做你老婆。适合做你老婆？啊，哼，我压根就不敢往那上面想。那是，你身上又没流着谢护士的血。那你身上还流着苗真的血呢，那也是谢护士的。我给你看我昨天写的，你就明白。你听，我要报答他，我要用一辈子去爱护他，保护他，让他生一大堆娃娃。最好啊，生一个独立营。我跟你们说，营长心里头有女人了啊。真的，昨天晚上营长亲口跟我说的。营长说，全友啊，我给你读读我的日记，这老放在心里头，我闷得慌。你听着，这个女人很勇敢，这个女人很奇怪，这个女人很善良，很善良。全友哥，你说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的，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你先别急，马全勇，你说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哎，老虎哥，我咋听他说的，像说我家巧花了？别听他胡扯，
那巧花是善良，但是她不奇怪。对，也是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觉得最近咱们营长老是心神不定的。哎，原来是有了女人。你们说啥呢？我咋就看不出来营长心里想女人呢？难道这想女人就这么难受？你先少说两句。哎，马秋影，你就一点影儿没看出来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把两只耳朵竖的比驴耳朵都直，也没听明白。不过，倒是有一个人，谁呀、啊？谢护士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肯定不可能吧？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咋不可能啊？绝对不可能，咋不可能嘛？咋不可能？那谢护士就不是给营长当老婆的人，就是嘛。哎，你们说，咱营长这聪明了，营长能看不出来？整天男人女人的，把我听得稀里糊涂。石头，咋还不开饭啊？吃了饭，调导员还有急事儿嘞。这一说话，把开饭给耽搁。说话说话，说什么呢？老逍遥，你又说啥了、啊？营长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缝衣服呢嘛。营长，他说了，说啥了？他说呀，他说我家巧花了，他说我家巧花啊，多善良，多勇敢，哦，还有多奇怪。哎，这话好像在哪儿听过吧？啊，报告，营长教导员野思同学来了。呀，你听。我让你说了吗？那你提我干嘛嘛、啊？我又没说他，对不？那你提我干啥？首长还有什么指示吗？没有了。太好了，又要打大仗了。赶到宜川城西南地区与纵队主力会合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肯定是要打宜川。没错，得马上通知部队做好出发准备。快研究一下行军路线。打掉干粮的准备情况。看来野战医院我是去不成了。哎，那个不着急，打完一船再说。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你说。你看能不能这样，向全营的战士们宣布一下你这个想法。全营的战士宣布我要娶谢护士当老婆。对呀、啊，你是营长，是战士们心目中的英雄。这种事儿最好先征得战士们的同意和支持。这不行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看看，现在咱们马上要打大仗，战士们心里高兴着呢，再加上你这件喜事儿。这岂不是双喜临门吗？啊！我不知道谢护士他本人同意不同意、啊。这呀，就得看你的决心了。能不能打铁，咱们先不管，得先把这把火给它烧起来。有道理。全体都有，立正，收起。现在，请营长讲话。同志们，说起，咱们独立营胜利地完成了野司交给我们的各项战斗任务。很快就要和主力部队会合了，会合以后还有更艰巨的战斗任务等待着我们。经过诉苦三查，提高了阶级觉悟，团结了同志，刻苦练兵，提高了战斗力。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以更崭新的面貌去迎接主力部队，这是一件事儿。还有一件事儿，还有一件事，这件事儿是我周大勇个人的事儿。
但是我是你们的营长，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想法，希望你们都支持我。这件事就是，我周大勇喜欢上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我要娶她做老婆，她就是谢护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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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护士。好，知道就好，现在出发。谢护士，李大爷来了。李大爷啊，大爷，李大爷，又让您给我们带路啊！哎，这是我争取他的。哎，玉明这娃娃死活不让我来，你看这不是把婆姨派来跟着我。李大爷，去盐场的路好走吧？没事，而个胡总南的队伍跑的都不见人影了，去盐场的路没事。大爷，你来的正好，赶快跟我到灶上吃饭去吧。哦，就去吃饭呀，剩事都没干了嘛。啊，还让你老人家干啥呀？吃了饭咱们好上路啊。来，走走走走，走吧，去看看。哎，林长，李阳应该不远吧？盐场离盐岸不远，你想去盐岸是吧？是的，我在这儿待了那么长时间，也该走了。其实，你留在这儿也挺好的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。我知道，可是这里毕竟会让我想起很多事情。好，等到了盐场，我跟院长和政委说，还让李大爷送你去，好吗？谢谢你，谢护士。苗真姐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嗯，老王，还是你说的对。你看，我一说要去谢护士做老婆，那战士们那个热情，那个劲头，比打仗还高兴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你没看出来？哎，那战士们那个喊声，那个热情，你没看出来？你呀，你八成是嫉妒我吧？嫉妒你？怎么会呢？你忘了，刚见面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？我怎么说的？你说啊，谢护士这种女人，给你你都不要。这话是我说的，没记性。那就算是我说的，那我有错就改吗？彭总说了，人哪有不犯错误的？犯了错误只要改了，那还是好同志吗？你这种人啊，怎么说你呢？当然是个好人了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看，你又写错了吧？不是这个字写错了，而是笔画错了。你要先写这一笔，再写这一笔，听到吗？哦，我知道。记住了。嗯。我看呀，你就把小橙子这个干弟弟给认了吧。他现在就是我弟弟，对吧？早就是了。那可不行，你得立个字据，要不然人家将来小橙子到杭州找你，你不认人家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可能？我要是真有一个像小橙子这样的弟弟，大概多好啊！那我已经在你身边了呀。姐说的不是现在，到时候你走了，小橙子不一定有多难过呢。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，就算我回了杭州，又能怎么样？一个人，他失去了爱情。没有了希望，就算活着，又有什么意义？
不能这么说，最起码你得到了我跟小橙子的爱，你也把爱给了我，这不是一回事。回事啊，李连长，咋回事？部队为啥停下来了？报告营长，是野战医院的车队。野战医院的，让路，让他们先过。是，大勇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不走了？野战医院的车队过来了。嘿，见到小谢没有？没看见，还不赶紧列队？欢迎欢送啊！对呀，李连长到，通知全营列队欢迎欢送。是，全营集合，列队。再见。小谢。真的是营长，营长，监老员，小橙子，监老员，营长，哎，监老员，谢护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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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王，谢护士，老虎，哎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要去宜川，准备打大仗了。哎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们当然也是哪儿打仗去哪儿了。小谢，周大勇有话要跟你说。是吗？什么话呀？哎呀，什么说呀？这说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才是你周大勇的风格嘛！啊，说快。周营长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哎，营长，你脸好像变红了。快说。肖护士，实证。我周大勇说过，我要报答你。我要报答你，谢护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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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话，谢护士，谢护士。独立营的战友们，我爱你们，爱你们每一个人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战场上英勇杀敌。平安归来，谢护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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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见到谢护士，想说的话说不出口啊。那就永远不要说，藏在心里。谢护士，你是一个有爱的人，有那么多人爱你，你一定很幸福吧。因为我爱他们，我真的爱他们，所以他们才会爱我。
刚才周营长想跟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他想跟我说什么。因为他的心里藏着一份爱，一份深深的爱。独立营的营长周大勇同志将出任团长，教导员王承德同志将出任团政委，你们两个营归独立团的建制。是，报告，进来。说曹操，曹操到啊。营长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周大勇，这位是王承德，这两位是独立团二营和三营的营长。哎，旅长，那我们独立营，你们独立营当然就是独立团的第一营了。旅长，那我们纵队决定你们独立营提升为独立团，从地方部队调配给你们两个营，你们两位嘛，一个是团长，另一位当然就是团政委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人都在这儿嘛。你们先认识一下，过两天我亲自去独立团宣布命令。是。记住，当了团长和政委，说明你们的责任更重大，接受的任务也会更艰巨。相信你们能带出一个过得硬的独立营，也能带出一个响当当的独立团。请旅长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现在我发布第一号命令，西北野战军，你各个歼灭咸盐公路及其以东地区的护军主力，解放黄龙山区，收复延安，将晋绥、太岳和陕甘宁解放区连成一片，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，准备以数月完成此艰巨任务。黄龙山区战役的第一步骤是夺取宜川、韩城、石铺、河阳四城，并准备各个歼灭增援的27师和90师，各纵均于2月22日从现驻地出发，24日到达准确位置。